哎呦，今天虽然是7月14日，但是我们还在加班加点生产这个我们的招牌泰式五仁，每一个都是手工制作的，每一个都很漂亮。刚刚烤完第一次，现在在烤第二次刷蛋。说的再多也没有用，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馅料。这一些全部都是肉，它和五仁混合到一起的，很香很香。我们有自己独特的一个秘方。泰式有很多人不知道是什么，其实它就在五仁的基础上再加入蛋黄的油和五仁结合以后，它的味道会更香。如果你喜欢吃五仁又恰好喜欢吃蛋黄，这个绝对不会错的。这个我自己能炫2盒，